各位同学，请坐，今麦开始上课啊！各位同学，请坐，今麦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就坐，现在开始上课，谢谢。啊，咱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啊，我嘛是原住民。啊，我较不爱用原住民啦，吼，因为我是平埔族的。啊，我较用原住民，原来咱台湾平埔这块土地的主人，吼。那么以前国民党拢甲咱的高山族的吼，拢称呼做山地同胞，吼。啊，尾啊，经过原住民抗争，吼。因为改做原住民，但是这个原住民嘛有一个缺点。即马外国过来台湾，吼，也是来，吼，中国来遮，因拢讲叫做新住民。但是若迄个过经过五代，若差不多一百年后，你敢会当阁叫因讲叫做新住民？因嘛伫遮生同啊几啊代，我阿着让他们做者，大家拢做原住民呀。哦，所以。原住民啊，那未通啦吼。那么，1949年，国民党跟共产党修订建书了。我迄阵后迄个为舟山群岛来，吼，迄个大陈岛吼，迄中国人来到遮，唔捌字，佫兼无卫生，嘿，啊，所以迄阵阮国家都咧教。卫生第一条，阮拢甲改过。卫生第一条，台顶啊死翘翘，哦，大陈岛遐吼。因为以前日本时代，阮爸因讲个讲，日本时代无贼啦，会使夜不闭户。结果因遐来吼，哦，阮个鸡啊鸭啊拢会胖见，哦，好，啊即马。寒战结束了，啊，有一挂国民党兵吼，休伫遐做炮务啊，尾啊，战后无战无死，啊，为韩国遐阵转来台湾，啊，蒋介石对遮个人袂放心，也毋知有唱飞地无，所以拢叫伊拢爱躲避遮个科反共意识有无？好啊，简称义胞嘛，吼，反共意识的遮个同胞，简称义胞。我因有诶足穿诶呢，伫台北坐公车也无要照，像咱较早日本时代拢会排队，因讲插队，啊都插伫一个迄个山地同胞头前，这个同胞讲没有，你为什么不排队？伊讲我是义胞呢，我山地同胞啊，我三胞都排队了，你义胞不用排啊。啊，迄阵歹势，哦，三包较大，大家不要排队。好，来，咱正式开始上课啊。来，按一下吧。啊，这个，咱拄好念过啦吼。好，咱即马来讲，法律的台，哎，怎么跳那么快？不要紧，好来。法理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1895年哈，日本天皇是依据下关条约，就是咱读的历史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取得台湾甲平湖哈。那么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来到1952年。是日本的政府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第二条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哈、哦，即干呐放弃管辖治理权呢？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哦。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搁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以军事占领中，目前即马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由台湾地理当局，我就是较早中华民国，因为1979年1月7日，中华民国抗美，美国抗美断交，
啊，断交了，美国赶紧用这个台湾关系法来这个继续管辖台湾哈、哦，来。但是迄个内底就已经袂使去讲中华民国啊，因为断交了，就袂使美国政府的官员拢袂使去称中华民国，干来当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哦，由台湾治理当局继续咧甲咱代理管理当中哈、哦。好，这简单了解拢咱目前的法理地位了哈、哦。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哦、我差不多有写有列差不多一百条。啊，咱今仔提几条出来讲吼。第一，咱来先知讲，到底咱是虾米人？你若无了解你的身份，你真有可能认错做老爸，吼、哦，甲中国人甲当作咱的祖先。其实咱伫几啊千年前，台湾都有咱遮原住民高沙民族，吼、哦，包括平埔族，都来住伫台湾啊。那么台湾主要，你会像安尼个分啦吼。台湾敢那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的台湾人，哦，就是讲你祖古早恁阿公阿妈，就是咱这原住民啊，所生传落来。过来，村的拢叫做外国人，哦，安尼就做个分啊嘛哈。好，啊，那么咱本土台湾人主要又分两个族群。一个做高沙族，就是做哩较关山的；啊，平埔族，另外一个就是拢住伫西半部平原的，所以叫做平埔族哈。好、哦，用安尼分哈，粉红色的这哈、個，这就是高沙。啊，那么这个浅黄色的，拢伫西海岸这边，这种平埔族。那么，即马目前因所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内政部有认定的高沙族有十四族，吼、哦，这里有十四族。啊，咱平埔族，因敢那承认其中一族叫做伫基兰这个克马兰族呢，剩的拢无敢咱承认，哈、哦。其实平埔族，咱嘛有十四族，哈、哦，咱来看哈，就克马兰族基兰这个，哈、哦，啊台北地区。有凯达格兰族，哈、哦，就凯达格兰大道，就是阿扁也做总统的时候，甲迄个总统府头前迄条介绍路，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好来，啊，过来桃竹苗，即大家有道卡斯族，哈、哦，托卡斯。好来，啊，中部遮就较济，哈、哦，有八寨，哈、哦，八折海族，啊，马木拉，哈、哦，啊，个在帕布拉，这三个族伫台中。啊，分林啊，南投、彰化，即大家哈、哦。那么，家己包括一部分的分林这边，即有一个红安雅族哈、哦，啊，有的是甲核能力或者红雅族。那么，台南地区即有一座上大座，叫做西拉雅族，啊、哦，西拉雅哈、哦。那么西拉雅族各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莫拉克风灾，吼、哦，巴巴风灾，还有麦村、小林村，因迄族或者大满族，哈、哦，还有那西拉雅的支族。那么另外一个也无写，哈、哦，就叫做马卡道族，伊嘛是西拉雅支族，哈、哦，雅族之一。那么马卡道族较少人讲，因为以前拢无咧讲这个族，哈、哦。那么马卡道族就是马卡道，哦、那么。我就是本身高屏地区马卡道族的后裔。那么，这个族在社长庭做工市市长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族，所以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啊，这条路拄啊伫，跟那个纵贯铁路平行啊，伫个美术馆附近遐，吼、哦，马卡道路。啊，你若要记这个族，该好记。我拢甲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来弄的包死的，好、哦，安尼你一定记来，吼、哦，足好记的 ，OK 。那么，你爱先去追寻你的祖先到底是对一族，啊，你莫讲啊，我即马好譬如，
我本有的人是本来伫南部啊，啊，为了食头路，拢搬来台北。就因阿公也是可能因阿爸都搬来台北啊。安尼，你要讲你是台北的这个凯达格兰族，未准。你可能爱找到恁阿祖的阿祖，吼、哦，也是阿妈的阿妈，吼、哦。先来找到迄阵，都要找到清朝的时阵。因为清朝吼，真正有够膨胀的。清朝治理台湾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到屏东开一条迄个纵贯线的对吧？卖讲敢那公路都开袂成啊，卖阁讲铁路啦吼、哦。你看膨胀无？人日本人来，差不多15年就甲纵贯线都开好势啊。啊，所以迄阵清朝时。无开这个纵贯线，所以每一个大河流都拢挡在里啊，大家溪都无法度通啊，吼、哦，两岸都袂通啊，吼、哦，也是落水溪都袂通啊，也是高滨溪，吼、哦，都两岸都可能袂通啊，所以你得爱找伊到拢，差不多恁阿嬷叫啥？祖嬷啊，你因为有个人穿衫裤写恁祖嬷台湾人有。有这个迄、那个 T 恤哈 ，OK， 安尼来吹开准哈，因为迄阵无啥咧迁徙啦，因为要无啥物路哈，所以无阿多迁徙种，所以你来找着你家己真正对一族的安尼找哈，好，过来是毋是平埔族有一个特征，哦，你手哪个弯起只会一条顺，哦，真侪人应该拢有。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脚的尾尖头啊，上细细肌迄个，然后鼻唇的，好像呐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啊，另外一个就是讲肤色，哦，像我安尼，白无白人遐白，黑无黑人遐黑，哦，啊，差不多红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小花超会打色的，哦，或者像迄烤面包红一个小花超会打安尼，哦，这就是讲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就是双眼皮哈，啊，轮廓较深嘛呢，哈 ，OK。啊，你唔好讲，啊，咱拢讲台语啊，啊，所以拢咱中国遐来，哦，伊袂准咯，哈。等下咱再佫继续讨论哈。过来，先啊，我会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啊，咱总是爱知影讲是安那，其实就是中日台北合约啦，哈。1952年，哈，日本甲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伊个第十条内底，啊，这日华台北合约伊个母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哈。后来，啊，咱来看伊个第十条讲哦，就本约而言，哈，中华民国的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朋友。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啊，你注意看哦，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啊，这足奇怪。像那个即前属是啥？就是日本政府通知这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包括伊的后代。啊，再搁一个视为。就是暂时把咱这些人拢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啊！哦，啊，你还会记讲，啊，那3-4年前，马英九你甲台北迄一挂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就是视为了。哦，其实就是唔是啦，就是伊心内无把恁当作人看，但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我讲的是爱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哦，其实伊心内是没有把他当人看，哦，意思讲讲，啊，这就是表示讲，既然视为，其实咱就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是暂时，因为要好通知，所以把咱当作中华民国，哈，哦，中华民国，哈，哦，国民，哈，哦，所以咱袂使摕公民证，哈，哦。所以你看，咱的身中华民国的发的迄身份证，拢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OK， 过来，先啊，台湾人无国籍，
咱拄啊摕着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吼、哦，就自然你呐要出国，你爱请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吼、哦，啊是安那台湾人无国籍，吼、哦，咱来看讲，就是讲，伫1972年换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这个建交了，伊当然是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咱头拄啊讲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就失效，啊，所以失效了，哇！中华民国迄个国籍等于头拄迄个第十条迄个日华合约就失效了，就迄十第十条就无准算啊，吼！所以咱中华民国迄个国籍也无去。啊，伫1952年迄阵签这个日华合约，日本的这个法院就已经宣布，把咱台湾平和这些日本人的这个国籍取消掉。哇，这个取消啊，这个第十条迄个还佫死掉哇，所以咱这边没有国籍，就是安尼来哈。好、啊，那么到底咱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啊，要安怎恢复？好，来咱来看哈，依照琉球返还模式，伫1969年，迄阵日本政府也已经靠钱啊，吼、哦，日本迄阵的经济拢好起来啊，啊，所以日本政府就去跟美国政府参详讲，我爱去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乎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迄伫咧41年前吼，迄、哦、足大个吼，迄、哦、阵的美军足大个吼、哦，好啊，日本甲这条钱赔偿了，因阵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就甲琉球，包括钓鱼台、吼、哦、尖阁群岛，拢还乎日本。啊，当初迄阵个琉球人，伫美国军政府占领下，吼、哦，因琉球人若要去日本个迄四大岛。哦，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啊、哦，就是讲，比方要等于东京，哦，要做生意，还是要去遐读册，爱甲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啊、哦，代表讲，迄个时阵，琉球人已经唔是日本人啊，因，哈、哦，暂时向美国军事占领，所以因来提。美国军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能离开琉球。啊，同款，咱台湾嘛是爱遵照这个模式，就将来咱日本政府有钱，跟美国政府参详，依照，就是讲爱行迄个战争债的对吧？甲战争债行了，签一个台湾返还，吼、哦，安尼咱会当去等于大日本国，吼、哦，安尼咱就自然会当恢复大日本国的国籍。好，啊，这是简单安尼讲啦，哈。好，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那欧美，哈，啊，是美国、加拿大，因拢是用属人主义。欧洲的国家、先进国家，人拢差不多用安尼。那么伫东方，受到啊华人孔孟思想，因拢用属人主义。好，那么属地主义。只要你伫因这个国家的领土内底，啊是伊的航空器哦，飞机顶管，啊是伊的船舶顶管，伫啊那生囡仔，你拢属迄个国家的人，哦，你伫美国生就是伫美国人，迄、那个囡仔就是美国人，哦，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哦，这叫做属地主义。啊，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伫迄个土地生，啊你就属迄个国家，那么你就会疼惜这个国家。哎，对这个国家效忠。那么属人主义的华人世界拢安尼，你无能搬去到对，生落拢还阁华人，拢还阁中国人。所以你无属地主义的观念的时，你拢会想讲，我、啊、将来要阁落叶归根，要阁倒去。所以因中国人、华人，那出国还是移民出去，那有赚到钱。都拢想讲要甲赚的钱要去搬倒去因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耀门楣。
安尼伊无融入当地社会，嘛赚到钱嘛无回馈当地社会，所以会予当地人看袂起。啊，所以你看，全世界哪有华人好用所谓华侨聚居的所在，迄搭拢大部分拢会排华。哦，美国旧金山嘛是排华，哦，以前嘛是排华，印尼嘛是排华。啊，所以你再来看，用属地主义是较好的哈，你较会去听迄个所在哈。好，过来，咱来看咱的台湾的台湾人血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哦，这句话听起来对的嘛哈。其实这句话唔对啦，有登山讲啊无登山嘛。看起来敢那对啦吼，因为迄阵中国那个大清吼海禁嘛吼，啊所以要来台湾嘛真困难。啊，然后咱大部分拢讲登山讲啊无登山嘛，这个无登山嘛是对的。因为呐，因迄阵来敢那查甫会当过来俩，因为查甫身体较勇，吼。啊来到这，拢爱带咱本地台湾这女孩子。做某，啊，所以登山遐个阿嬷无来嘛，拢是就地取材，啊，对吧？所以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嘿，啊，刚才有登山讲，啊，咱台湾阿公死了了，啊，所以这句唔对嘛，啊，咱即马来看讲，登山讲来台湾，十个来啦吼，六死三老一回头，六个都要死伫台湾海峡。因为以前船拢细只，啊，拄着较大风浪就变过啊，就规船死了了。啊，所以若有在钓来到台湾的，迄四个吼，拄啊三个留落来，敢若一个还阁等于因中国迄边吼，大清迄边。但是这三个留落来，敢有影会活？好，咱来看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就是因为琉球的渔民吼，宫古岛遐渔民。因为拄着船难，啊，为迄个台东迄边东海岸遐爬起来，啊，煞迄个就恒春半岛遐啦吼，煞迄个当地南台湾族，吼，因为五十几个起来，吼，迄个台四，啊，剩十二个台无四个，啊，迄个客家的叫做，我迄个砖头也袂记啊吼。啊，玻璃迄个砖头，客家人甲护送去凤山、府城，啊，甲转送转去到琉球。啊，日本政府就外交部因就兴师问罪，吼，甲台青问讲，现在恁的人台西湾的渔民，台青甲回讲，哦，迄是化外之地，啊，非我所管辖啦，吼，啊，所以。迄毋是我诶代志，啊！日本就讲，安尼我要出兵要甲讨伐。大清哥啊，回答讲：伐与不伐，由贵国自裁之。哦，你要甲出啊，要甲侵讨讨伐，哦，恁个国家恁家己去决定落啊。哦，看阮无关系。啊，日本人啊派差不多三千个兵马落一船就来啊，为迄个车城诶，迄个沿海边啊有一个叫下了，他登陆起来，哇！啊，咱原住民吼嘛真好战的，我那堪咪战到，但是拢用游击战，因为迄阵的台湾族武器较歹，敢若有标枪啦吼，也有弓箭啦，啊，单发的猎枪呢。啊，日本迄阵是已经明治维新去德国学了一挂陆军的作战的技术，吼，啊，找无所在通去实兵演练，啊，拄啊利用这个来试看卖，我拄来我那。有赢就对啦，但是我那算惨胜啊！因为咱的南排湾组做到游击战的，吼，尤其暗时啊，再用神出鬼没，哦，就喷兵我那，又骚扰个那，有咁要起笑。啊，其实小战战死的，就喷兵死无五十个，吼。但是留落来持久战，游击战就变持久战啦，结果。破病死的吼，也要五六百个。是啥物原因？因为因日本寒冷的所在，
无啥物蠓虫，来到南台湾，迄敢若热带地区，敢若蠓啊叮着着登革热啊，啊着啊水土不服，食水食一物件，着漏屎吼，啊着可累啦吼，着下痢，我得破病着死啊吼，啊所以日本即个来有惊着，所以以后因着开始成立热带病学的这个研究机构，专门来研究哈。所以你看，日本人因作清气想的人吼，啊因无抗体来台湾，无像咱原住民，啊迄个蠓仔叮吼，啊都几啊百年、几啊千年来，都拢咧互蠓仔叮，吼，那会死，迄基因较歹，无抗体拢死啊。剩咧老了，大家拢有抗体，蠓仔叮拢无解掉。吼，啊日本人毋捌来互台湾的蠓叮，叮了拢啊，都有诶拢错个吼。啊所以同款啊。中国的台青遐人要来台湾，这三个留落来，我看敢若迄个蠓仔定时会漏屎，我那到尾啊十个来剩一个尔啦。所以当初讲无几个人留落来，啊，咱台湾平埔族可是母系社会呢，母系社会是女孩子掌权呐哈，经济啊掌权哈，啊管厝内拢嘛是查某咧管的。台湾有一句话讲牵手，对吧？你莫误会，毋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是查某去看这个，哎哦，这个真缘投，体格够好，啊，工课够熬做，牵转来做翁，这叫做牵手，是安尼啊，吼、哦。啊，即马当然啦，弃婴啦吼，唔弃婴就是讲，都做工课啦吼，哎，袂歹，真熬做，吼、哦。还当耕田啊，还是打猎吼、哦，做啊顾家吼，做啊做工业的对啊吼，哎，嗯，安尼在老了做翁，好啊做翁吼、哦，但是若表现无好呀，等迄男孩子出去吼，伊会使甲查甫物件收收的，用草席卷卷的，甲下到门口，因这个翁回来看到伊的行李箱包好，款伫外口，伊知道他被羞辱了。伊就爱物件搬咧，爱离开迄个厝哈。哦，伊较早是安尼哈，所以但有讲好多招翁嘛是安尼来，招牵你的手，招你当来做翁，哦，迄做招翁嘛哈。所以你莫讲看牵手，就是查甫会牵查某的手哈。啊，你甲想，登山人来哈，拢好多叫做罗汉卡，罗汉卡另外一个意思好多。较乞食的意思啦，因为伊一个人来呢，没有什么东西嘛。伊会来台湾，就是讲伫台青迄边歹趁食嘛，所以爱来遮找机会啊。啊来是一定是光棍，吼也无娶某来啊，所以就拢困伫迄个庙寺，庙迄壁拢有画罗汉，好无？啊，伫个罗汉的下骹遐咧困，所以叫做罗汉卡，乞食的意思啦，哈。咱台湾的女孩子有权有势，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伊会去找一个乞丐当来做翁。啊，真正，除非讲真正迄、那个，真正做烟斗，长得像金城武还是刘德华，安尼我也不会讲。反正查甫会欢喜嫁伊就好啊。啊，所以唔好当作讲台湾的阿公父系的，就拢从中国下来，还是台青下来，唔对啊。啊，其实本土的台湾人的阿公吼，从外迄较早就有啊，是呐。因为台青来管台湾，迄阵大部分有两个语言，一个是闽南语，吼，啊，一个客语，广东语，哈。那么咱台湾的阿公吼，老一辈，伊嘛想要上进，所以伊会去学外来的语言嘛，做会当做通译官，做通译官就是会当有较好的待遇，吼。也是税金会较少，也是薪水会较济，所以较早阿公拢嘛爱去学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清查风俗习惯，跟日本人来同款啊，嘛真济咱的阿公阿妈吼拢去学日语嘛。你看咱即卖少年呢，哈美是毋是拢学英语？吼、哦，阿妈吼就哈日吼、哦、日本的。这个电子物件吼，
手机啦，还是卡咩啦，吼，拢日本拢做好。啊，即马小韩剧有啊，好无 ？OK， 啊，咱学韩国吼，好。啊，其实满清将台湾人满化，吼，满清甲咱满化，吼，属咱平埔族，属官佮属姓，像我个姓潘，就是台清个官员来台湾去视察。地方的白袍官陪同，台清的官甲问：哦，啊，这人拢住伫溪边吼，啊，这族的人是拢姓啥？伊讲无啦，因这马家道族也无姓啊，啊，阵苏阮姓，讲住伫水边的番，我的姓就是安尼来，三点水有无？哦，这台清的这个官员啊，算外文，我这姓袂歹吼，有水，下骹有田，田顶缘发米。好对，吼，啊，佫一片漂泊的台湾人，自我安慰。四姓，唔呐四姓，佫四族谱哩。所以你若讲像家中庭啦，啊，是陈水扁讲要去中国遐买迄落寻根，绝对找无。因迄连族谱，连姓都输乎你，连族谱也输乎你，你去平买才找有啦。上好就是讲，你即马电脑的验 DNA 足发达了吼，那北部地区会使去马偕医院吼，林玛丽教授，你要抽血，还是用这个唾液，就会当分析讲，啊你的血内底，你占几趴线是啥物族，几趴线是高山族的，啊几趴线可能荷兰的，因为咱有荷兰统治过啊，嘛有荷兰留一撮仔基因伫台湾吼。安尼严作准嘞，啊南部你会当去高高一，吼 ，OK， 安尼就上清楚，唔免灰。好，那么日本时代嘛是将咱台湾人皇民化，哦，叫咱学日语，日语就因咧讲个国语，所以迄阵后国语家庭，那恁恁即个厝拢讲日语，吼，你可能就优待，吼。那么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啊。战败国，咱来看讲荷兰迄个明郑王朝哈，甲打败哈，甲赶离开台湾，所以荷兰嘛无留偌济基因落来伫台湾。迄阵伫安平遐哈，差不多2000几个荷兰人哈，会兵甲。在因遐做生意，那么，迄阵照讲，郑成功我那算解套开啦，伊率领差不多25000个兵种吼，去甲围攻，拍袂落来，只好伫外口围城，啊，就地屯垦伫城外，种植种番薯吼，布条啊，长期抗战，因为迄、那个。热热难成吼，去了军用，攻袂落来。吼、哦，你看1:10，佮吼十个拍一个也拍袂落来。吼、哦，到尾是因为荷兰人，会使讲粮食吼、哦、弹尽援迄落援绝的对吧？吼、哦，牛草拢食了，所以只好爱导航，吼、哦、离开。吼、哦，那么咱有一个台南的这个。历史教授叫做李晓峰，啊，这真有名。那么伊细汉就拢讲讲伊有做乌蝇刀啊，伊嘛足奇怪。只那伊细汉就拢叫乌蝇刀啊，结果伊去互林玛丽验 DNA， 确实有印度的血统。结果伊落去查历史，原来就是会使讲因祖妈的祖妈哦，都荷兰时代荷兰人来台湾。伊两行会趁钱的，就是讲出落皮，吼，啊，过来就是种甘蔗做乌糖，吼，迄糖迄阵拢算奢侈品，真贵。啊，要种甘蔗，咱台湾牛无下用，所以荷兰人去印度遐引进哦，迄个黄牛，就赤牛啊，来，啊，遐牛要来，就爱印度人赶来嘛，吼，爱甲照沿路照顾。来到台湾，还佫好生炭，
啊，可能就是李小凤因祖妈的祖妈去交到这个印度人，啊，所以有这个基因留落来。好 ，OK。那么过来地形讲，换去哦清朝甲拍败，所以地形讲伫台湾，好、哦、嘛三十几年啊，都要大清甲消灭去啊。啊！即正式王朝人大清来了，该台死的台死，啊！一部分台不掉，走去来山去啊！剩的拢当做俘虏，掠掠，搁送登去大清。伊不爱去留大家，惊会搁作乱嘛？吼、哦！以后人搁作乱，所以嘛，正式王朝嘛，无留偌济人了。好了，那么大清帝国，好、哦，1895年，往又大日本帝国拍败。迄阵因签这个下关条约有规定，日本和迄阵伫台湾甲平和大清的住民有两年的思考期。你这两年思考看卖，你若无爱留大家，和我日本管，你会当伫两年来把你的家业哦田地拢变卖，你迁登去大清，还是去其他国家？两年到，我就甲你当作哦。一个日本人来给你管理吼、哦，所以大清的人嘛是大部分拢离开去吼、哦。那么结果有离开去的，嘛大清的人哦，迄阵有分本土台湾人甲大清的大清国的人哦，大清帝国的人。啊，大清帝国迄阵到尾啊，留伫台湾日本人来户口普查查了，差不多剩8000几个。票九千个内底有8000几个拢是大清帝国个伫遮留咧做生意个人，吼、哦。好，那么日本帝国来台湾了，迄阵到1945年的时，战败8月15日战败迄天，迄、那个蒋介石部队来了，开始甲因遮本土个日本人遣送，迄阵差不多来30万个。军公教人员，包括伊个眷属，这30几万人拢有潜收等于日本本土，哦，所以日本留落来基因也无济，啊，即马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台湾来甲恁管的时，是1949年来，甲变200万人，哦，啊，这对台湾人是足大个伤害，因为呐，你啊想，伫1970年代。越南战争，美军会使讲算放杀越南，结果越南的一寡难民，差不多一部分差不多3万人走去澳洲，结果澳洲敢那收了这30000的难民，哦，都头个摸了烧，因的假签证你拢爱个负责啊！啊，你个想，澳洲的土地遐大地，啊，因的人口才2000几万，跟咱台湾差不多。因接受30000的，因就哀叫。当初1949年，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差不多600多万人，咱接到要200万人的中国人来，等于咱3个人都爱饲因一个中国人呢。因遐来拢全兵啊，也是公务员，也袂晓布条啊，也袂晓种甘蔗，也袂晓种啥物其他的作物。所以台湾人，像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妈咧布条啊，我家己无白米通好食呢，我拢专食番薯签呢，所以我细汉番薯签食足济，吼、哦。啊，就是呐，我到白米拢爱交予农会啊，送去予因中国人食，吼、哦。所以台湾真正是宝岛，迄个国民党歪68年啊，未倒，哎，吼、哦，因为咱不足防范咯，好佳哉咱只山苏呢，唔只好多饲因。所以我是有时啊，常咧讲，我蒋介石有哪作妖兽呢？1949年以后，就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互咱饲呢，啊，饲68当袂太甜啊。吼，到今咱了搁咧饲，啊，你敢要搁饲？哎，卖吼，我嘛不爱饲，所以我唔爱来加入这个台湾民政府。吼，关于要甲因请走。好，那么日本时代是安怎台湾人户口填本？即马拢有许画安尼乌乌一块一块，吼，咱来看卖者。
这拢要做甲这块乌，啥物原因？伊就是要甲咱骗啦，不要让咱知影咱的身世。日本人咧做户口的这个名簿吼，伊咧户口填本咧定义足定金呢，吼，真正是日本人咧做代志实在是足精确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咱啊高砂，伊就给你写生番吼，生啊那平埔族的拢给你写熟哦熟番哦番个分青甲色个。啊，你呐也要讲迄个福建话吼，都闽南话，甲你写一个福吼。啊，你莫就是讲，哦，你是中国来福建的人，错误吼。啊，你呐要写广，就是广东来，你呐要，你呐，迄就是你也要讲客语，所以甲你写广。啊，这嘛唔是广东来，是呐，就是你已经未晓讲你的本身的主语。哦，譬如讲，你桃竹苗这道卡斯族的，哦，托卡斯的，你已经不要讲你托卡斯这话啊嘛，啊，你阵干那要讲客话，伊就给你写广，啊，其实你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的台湾人，诶，道卡斯族已经忘记道卡斯族的话族语啊，干那要讲客语，所以给你写一个广，无代表讲你是广东遐来的，你的祖先广东来，错误。啊！你甲你写符的嘛是啊，像我嘛要讲闽南话、福建话啊。啊，我讲福建，阮祖先讲福建来，唔是啊，我是本土台湾的正台湾人啊。啊，所以你不要讲哦，台语就是，即摆真侪人拢犯了闽南语沙文主义，因为讲闽南话的较侪嘛。总把闽南话当作台语，我认为这嘛天大的错误。哦，正港的台语，就是咱头拄讲迄个高山有十四族，平地嘛有十族，这的主语确实道道地地的台语啊。哦，安尼讲较对啦。哦，啊，即嘛咱也莫想计较迄，哦，暂时尽台语上侪人讲，咱嘛甲尊称为。闽南语上侪人讲啦哈，但是咱这闽南语，佮含泉州、佮漳州的无啥共款哈。咱这较挖厦门这方面，你漳泉混音了，就变厦门音啦哈。啊，用厦门音，含咱较近，但是嘛还佫有差。譬如我去厦门听人咧讲，因咱拢讲厦门，啊，因咧讲厦门是佮。牛的尾音，因讲我要去厦门，厦门，我就配合。因咧讲，因咧讲的，跟咱讲的无同啊。碗公伊讲叫做碗姜，对不对？啊，咱讲食鱼，伊讲食虎，哈、啊。啊，伊人腔就阁无同啊，吼。食饭配卤卵，吼、啊。食饭配卤卵，哈、啊。OK， 好。安尼，咱就知影讲国民党惊咱知影讲咱是本土的台湾人，所以拢改去掉吼。因为你若知影讲咱是本土台湾人，咱会爱台湾，袂去爱中国哈。OK， 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这台湾人真侪拢要国民党教讲。你记咱的国小的作业簿后壁掀开讲，拢有一句讲，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哦，改成敢那做中国人，还堂堂正正；啊，那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哦，所以咱底下都用洗脑去啊！哈。哎，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规矩安尼讲，我是人嘛，是狗。好、哦，台湾人，台湾人，哈、哦。咱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咱伊陈云林2008年马英九选到总统迄阵，陈云林来台湾咱做咧。马英九规定，为台湾机场来到台北市拢袂使看到中华民国这支旗啊，吼、哦。
所以派警察去咧巡逻去收，然后挂机啊拢甲收来，啊，甚至甘人收枪枪个阿路当当地本色人，啊，咱日军咧吼实在透个歹，人因都无爱挂迄支车轮机，因都无想着迄支机啊吼，因咧收咱嘛对收，因咧压咱嘛对压，因咧当本色人嘛对当本色人，台湾人个摕中华民国机啊去阿咧电。在捍卫中华民国，安尼读个有歹无？哦，用家家拢读个害呀！啊，等到中华民国诶，警察吼，咧保护台北市遮廿五区级诶，遮咧甲保护，你看这警察拢过条条，佮今日日军迄个抢来，甲交灯、交破、甲放火烧，吼、哦，迄因老大诶机也袂爱保护好啊！吼、哦，无卖就无落去在台湾做特首呢，吼、哦。啊，这就是。台湾人错误的认同哈，好，过来，咱以英国的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做例哈。原本伦敦奥运会吼，伊有挂中国的车轮旗只，啊，中国抗议，吼啊，所以就赶紧把这旗啊去修改。哦啊，咱戆台湾人搁去啊咧，举旗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哈的国旗哈，搁包括咱的。电音三太子哦，嘛都在那里发中华民国的车轮旗，讲你何止爱台湾啊、哦？啊，这就是台湾人从洗脑的结果，你开始爱错国家啊、哦。啊，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哈、哦，来，对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以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伊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作者来嘞，李登辉咧做总统的时候，伊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表示讲伊原来唔是伫台湾的哦，是因为流亡所招来伫台湾，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安尼还可以看到他流亡的迄个影子哈。但是来到阿扁啊，嘛民进党因这个台湾前途决议。说个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是，像讲你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价钱，即摆连卖都无卖呢，直接用送的吼。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诶中华民国，啊等于用送的嘛。啊，过来蔡英文讲，伊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前主席，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这就是2011年的10月10日，伊迄阵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总统，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演讲所讲的，这是嘛是同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同款用送的，连卖都没有卖。哦，佮讲即马即个外来政权是咱台湾的政府，哦，这有够吃力的。过来，咱来改正讲，咱常咧讲一寡对谈的时，讲一寡错误的言辞。好，咱来探讨看卖哈。来，第一，哦，咱常咧讲啊，外省人，哦，还是讲到底外省人安怎讲？啊，外省啊，我唔是啦。好，你甲想啦吼。你若叫伊外省，啊，咱就做本省，啊，咱就变因个台湾，因中国的一省，对不对？咱就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啦，所以唔对嘛。爱讲呐，中国人，因是伫中国走路来台湾的中国人，哦，伊拢甲咱骗，讲因做外省的，啊，咱就做本省的，咱台湾省的，啊，咱就是因个一省，哦，即个甲咱骗了，哦。第二个。伊讲专省，到底安怎讲？全国啊，那么美国讲台湾唔是国家呢？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所以你讲全国嘛唔对。爱讲哪？讲全台湾就好啊啦。哦，以前拢讲专省，哦，专省有房拢有地卖有无？哦，咱有定听这句话吼。啊，
咱即马有个人甲改讲全国药房拢有得卖，嘛唔对啦。讲全台湾就好啊，吼，因为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好，第三，讲大陆，马英九讲爱讲大陆，啊，到底迄边爱哪称呼？其实嘛真简单，嘛是中国啊。因迄边是一个国家，因你若讲大陆，哦，我后日要来中国，无要来大陆佚佗。啊，你若甲外国人安尼讲吼，你若甲美国人讲，伊讲哦，啊，你咧讲这个 mainland 是对一个，因为大陆世界有六个呢：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亚洲大陆。搁一个非洲大陆，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啊？好、哦，所以袂使讲大陆，爱讲中国哈。安、尼人也知道哦，你是要去遐。OK， 过来，承德，爱安怎讲？承德嘛唔对啊，啊！你要安怎讲？知影讲一个，那知影举手讲一个。中关线，哎，这我那算对。咱迄阵。拢日本时代，拢讲纵贯线安尼，从北到南一条线叫做纵贯线，哈、啊。另外一个讲法，会再个讲做台一线，因为是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一条公路，叫做纵贯线，唔是承德啦，哈。因为无外省啦，因为呐，你伫这条路咧走，你开车咧走嘛爱加油。要到外省，哦，承德哦，无外省啦，哈、哦。我除非讲你加水会行，安尼真正我讲你的承德。过来，偷渡客应该爱讲啥？啊？有人在那边啊，正确的名称无？偷渡客呐，即句话会当成立吼、哦？安尼啦，来领导偷摕物件，互你抓着讲，哦，小偷客你来哦。因为那是客，就爱个交代，对不？啊，迄、那个偷渡客，你违反一个国家，你要人个国家，一定爱经过合法程序嘛，爱有签证嘛。迄阵是毋是头二十年前，台湾好趁食哦？中国人拢为平潭岛，有无？坐渔船啊，来新竹的南寮渔港偷渡上岸，啊，无就去到屏东迄、那个枋寮啦，哪边吼，东港遐偷渡上岸来台湾打工，查某拢做过来。迄阵抓着拢讲偷渡客，有无？迄就是因以中国人的心态，偏偏抓着因中国人，说哦，我中国的亲戚来台湾做何处？偷渡客错哦，那那个叫做偷渡犯，因为他是犯罪的行为嘛。好 ，OK， 好了，啊，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吼，啊，咱来检讨看嘛。哦，这伊是2004年10月25号前国务卿鲍威尔讲的吼，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哦、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其实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哦、我改用境外的国内、哦、因为美国用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因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参众、哦、议院各票通过、哦、但是因在美国咧制定台湾关系法，拢无跟咱台湾人参详，要来台湾实施嘛，免甲台湾人参详，就进行实施。啊，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关系啦，所以依靠这个权利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好 ，OK， 好。啊，那么咱来看讲，那么国家伊的认定标准是安怎？想要讲，包括讲咱台湾唔是国家，好来。你若要是一个国家，这四个标准你爱有，你爱有领土，爱有人口，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哈。走较紧，哈。这三个拢爱有啊，
但是你看，台湾朋友这个领土是谁的？不是台湾国的啊，好，是日本天皇的。那么咱这人口，咱是潜在大日本国的臣民，好，所以嘛不是台湾国的人。伊讲我有政府啊，歹势你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不是咱台湾人所组成的政府。好，我有啊，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有建交。啊，最差不多两三个月前，佫断一个柬埔寨迄个国家佫断去。啊，你敢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诶建交公报？歹势毋是呢？建交公报摕出来看，是中华民国派外交官去跟人签的，毋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好，好，有人讲哇，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好，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好，那这逻辑也通哦。安尼，那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拢美国人？好，啊，那信这个摩尼佛的拢印度人嘛？啊，那拢用汉字的，拢中国人。诶，韩国较早嘛用汉字呢，日本较近嘛还可以用汉字呢，好、哦，所以这未通。好、哦，啊，那安尼菲律宾拢用英语呢，啊，菲律宾是英国人，肤色差遐济。好、哦，来，好，那么是安怎就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好，咱来了解一下。咱以日本的例子做例啦，哈。这个日本拄仔我讲过，美军1945年4月7日去攻尼米兹，这个海军上将率领伊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哈，啊，把琉球占领了，占领了，一定要有战地政务，所以伊爱在。伊伫当地就随成立美军海军军政府，吼，因为尼米兹上将是海军迄阵太平洋的司令哈。那么，拄开始是用海军来成立海军军政府，了陆军拢登陆了，较搞哦，这个陆军。那么为了要管理琉球，即日本人，啊，因为琉球人讲日语，美国人讲英语。啊！食物件，日本人拿刀，美国人拿刀、拿枪啊，生活拢无同款。包括开车，美国的人的汉道路是倒边，像咱即马同款。但是日本人的汉道路是正边，日本人开车是左边去，右边回来。啊，美国人开车是右边去，左边回来。啊，不是嘛？咧小龙，啊，小龙都落来，哇！两国讲的话未通啊。都麻烦了，要火唔知变哪火，包括咱即卖高铁，吼，台湾这铁路代替，伊嘛是左上啊，啊右，吼，好不？北中是左上，啊南下是，吼是右边，高铁嘛同款，啊你如果话啦，北上拢倒边，啊右边回来 ，OK， 好，所以，伫这。军事占领法典管有规定，占领了一定要在当地协助当地的人民组成当地的民政府。好，那么伊这个民政府本身嘛有行政、司法、立法，但是伊日本所立的琉球人所立的法，爱送予美国军政府审核，伊也认为讲无伤害到美国的利益，哦，你就会当去实施。但是若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会当甲你讲对一条，吼、哦、删除掉。OK， 那这是美国军政府有最高的权力，会当安尼做哈、哦。啊，所以咱得爱成立当民政府哈、哦。那么，咱来介绍2006年10月20日时，咱秘书长带咱本土台湾人228去过美国哈。哦啊，这个美国这真了不起，吼、哦！一个民间团体会当过美国政府，哦，这破天荒的，
即台湾会使讲六十年来吼头一摆，而且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收件了，秘书长就甲阮讲，咱赢一半，我们告对人了。因为啥呐？咱哪会去告美国？无必去告英国还是法国，都要去告美国。啊，美国甲咱收件，啥物意思？就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伊才会当甲你收件。好、哦、啊，既然咱呢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管辖治理权都拢有啊嘛，吼、哦。啊，伫2008年3月18日，美国华府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 ，people of Taiwan 啊，属于台湾这一块土地的人啊，叫做本土台湾人，啊，所以一定要上诉。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迄天，外国人外国的部队拢爱来到台湾，迄阵的台湾人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包括伊的后代，哈、哦。拢叫做本土台湾人，这就是安怎讲？咱要叫你来签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你爱签着日本时代用手写毛笔写的迄份户口登本，迄、那个就当代表讲，恁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拢是日本时代的人啊，所生传落来，咱这的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好，这我有写了哈。好那么到2009年4月7日，吼、哦，联邦的高等法院阁甲咱判决，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阁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当中，因为即马即个政府国际上敢那迄小朋友国家承认，还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嘛毋是咱的台湾人的政府哈、哦，啊，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当中，啊，你可能嗯。咱即摆生活真好安怎？哦，比较早日本时代较好。哦，你若要用即摆要比迄六七十年前呢，当然是比较早较好啊。但你个即摆哪家想讲？你即摆若跟即摆日本比，如果日本人无走，继续伫台湾，啊，咱许美军占领，咱正跟日本当家是同级别呢。咱日本伫40年前。因都新干线，哦，就是咱即马在讲的高铁。咱是前后5年，以前迄阵伫阿扁啊的年代，迄阵较甲高铁做好个吼。安尼咱就差人差不多35年啊。哦，安尼你就知影讲咱落后人差不多35年。吼，啊人东京早就地下铁啊，吼。啊，咱嘛头前十年前较有迄个台北捷运，哎嘛是。阿扁啊，做台北市长迄阵，讲马特拉布拉，我们自己拉，有无？啊，那又赵少康也是其他人当选台北市长哦。哦，这毋知要去偌久吼、哦。啊，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就是讲，那以后壁个国家个标准，即马咧看台湾，拄啊像咱即马咧看北韩共款。即嘛，北韩遐人吼，因、哦、个首领、领导人送伊一挂鱼啊，一挂好康给因，着感谢良恩哦，着安尼欢喜个目屎流目屎滴，着讲哦，因个政府对因作照顾，对不对？啊，是毋是？那安尼标准，那后壁来咧看吼、哦，咱犹阁是像北韩同款。啊嘛，敢若阿扁也讲个，啊我关伫1.38坪吼。哦关较细间，啊，恁是关伫外口一间较大间安尼啦，同款意思哈、哦。来到2009年7月18日，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继续受理本案，咱阁上诉去到最高法院，啊，这是战后哈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国际。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包括美国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哦，咱有到法度告伊到最高法院，吼、哦。啊，但是无几工后，哇，
美国的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好，这说明讲，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阮国啊，本土台湾人，伫阮国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所叙述的法律见解完全正确。哈，国务院全部确认。好，伊知影讲咱过掉啊，吼，伊搁在边，伊加闹开，做侪龌龊的代志，会伫个法律公权站向乌起来。啊，另外一条就是讲，美国政府嘛还袂准备好。因为从那开始，美国国防部就一直在跟南韩、跟日本、跟菲律宾，包括跟越南，都在军事演习，就是说在准备，在布阵就对了，准备说，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又提出来审，审说台湾是你美国军事占领地，这样美军真的就要赶紧入来台湾，要保护台湾。啊！若安尼宣布，阿强啊，若要起批评，要拍无要紧。美国的 power 哈，这肌肉拢训练好啊，要拍来无要紧哈。好，结果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啊，最高法院嘛知影这个状况，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哈。政治方面啊，还袂解决，以美国所部门哈，嘛不方便。直接来判，所以暂时搁置本案待审，就是咧等美国政府准备好，嘛咧等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事情的接收人员，吼，啊，甲41万分的身份证，吼，这都上基本的，咱来这两项紧做好，吼，啊，美国要甲咱配合，唔开会方便，吼。好，那么。2010年7月7日，经过协商，台湾民政府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特区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甲看迄个7月4日，这个日是啥物日？美国国庆日。啊，真拄好咧！菲律宾当初伫1946年，伫美国的协助之下，建国独立成功。结果伊嘛是1946年7月4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7月7日，哈，所以伊也甲咱算即天叫咱遐挂牌嘛，进入这个意涵吼。好，那么9月7日，就隔头两个月，经双方协调，嘛是伫美国华盛顿特区诶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哦，美国国务院啦，哈，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参加，吼，啊，这个就是世纪大饭店，咱参加吼，啊，咱的主席，吼，伫遐参加的经验。这个世纪大饭店是进入历史性的这个饭店。那美国历年来吼，所有重要的国际记者会、吼政府部门，然后一挂重大的消息啊，真侪拢伫遐办酒会、记者会。那么到2010年的11月7日，咱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国务的内阁成员哈，啊，咱就有把这呈报哦，美国各行政单位哈。过来，2010年11月7日，咱有选41个人来做咱的参议院哈，诶，事务委员会。哇，这较旧的资料哈。那么，在2011年1月25日，咱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上去后，咱的台湾参议院及台湾的主要占领人美国报备，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的、甲旅行证件的法院，咱得要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哎，这个无读不出来哈。咱这个草案哦，送去美国。咱是送三摆才通过，头一届送伊，他一礼拜就又摕转来，吼，第二届送伊，经过伊修改，佫摕转来，第三届佫送较成功，吼，伊较承认讲咱这差不多完备啊。咱爱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法院，咱才会当去发。拄仔咱秘书长讲迄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吼，好，
过来咱2012年12月20日到23，咱有105个台湾民政府的内阁成员哈，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祭拜39,700个台湾的英灵哈，伊啊跳箭步哈，伊啊做慰灵祭哈，啊，这是咱迄第一届去所翕的纪念照哈。咱迄届去，伊是用政府的规格来跟咱交代。一般日本人就来到这个靖国神社这个前殿，好，拍两个波啊，行一下，安着算祭拜完成。咱是要邀请你要到中殿，好跳箭步，好去读祭文，佮你要到上内底内殿，好去个祭拜，好。好，而且日本皇居，好差不多有历史以来哈，这几啊百年来。头一届有第二期日完期以外，这个期啊，伫皇宫见出现。啊，咱个迄个引导，咱连续三年期拢迄个引导，去差不多伫个上头前。咱拄啊摆伫迄个尊皇派吼，包括因个这个皇族的人的后边呢，吼，咱摆伫因后边，我有够头前啊。我第一届去，我嘛惊一跳，啊，我哪会离这个天龙遮近？因为阮拜有够头前的吼，啊，这是宫内厅的建筑有甲咱引导吼，放行的时阵，咱就拢伫上头前啊吼。好，那么到底咱来看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的未来要安怎吼？其实中华民国陆海空军这三军的司令部拢已经裁撤掉去啊，干那改做纯指挥部。啊，表现啦！滇管这司令部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掌控这个指挥部啊嘛，吼、哦！啊，即嘛因原底有215,000的兵力，到尾啊爱精简到剩超120,000人，吼、哦！这就是美国政府要甲中华民国这个老虎的牙齿拔掉啊！哈、哦、，OK。那么美国军政府哪里要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人员爱撤去金门、马祖，或者是福建的平潭岛，啊，平潭岛，含台湾已经开航，有无？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航程干那3点钟，为台中港去到平潭3点钟就到，这是2012年就有啊，吼，两年外前就有啊，吼，啊，过来。伊到台北港，这较近，八里遐就是台北港吼，嘛、哦、是观音嘛，八里，八里吼、哦，台北港好，啊，这个干那2点半钟尔，伊这个船仔顶吼，下顶载差不多240架的小客车，还有760名的乘客，预计古年吼，下顶达180,000人次哈。哦那么，迄阵联合报有报讲，虽然台中港上台前开航，但是将来台北港的生意吼会较好，是啥物原因？啊，北部台北县市的台北城，拢中国人啊，啊，因要撤退等于当然人会较济啊，吼，应该伫讲到闹消息出来哈。好，那么是按照美国有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来看讲到底什么原因？咱较早听着拢哦，阿强阿要甲咱拍，其实唔是呢。来看卖，这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讲的哈。好，啊，这中评社哈、哦，香港电哈、哦，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伫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予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的官员，这么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吼，即伫过去是真罕见的吼。好，安尼过来看，伊讲这是因为来，予我甲话阁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着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拍台湾，
这块土地是我美军死遐济美国大兵航空母舰去哦，这个日本的神龙特工队唔掂的吼，飞行机互恁拍灾了，这还战争债也未还，所以暂时甲台湾配合这个领导主管暂时靠阿弟我美国手里。吼，你拿钱也未使来赔，我无可能还你日本啦，吼。啊，所以你要甲我退去。哦，爱来输赢一下，好、哦，所以我定讲台湾朋友，这个土地还佫有两个头家，一个合作所有权人，日本天皇；一个合作债权人，美国。日本因为建书无钱赔人，你不赔款就割地啊！啊，现在这个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暂时敢若抵押伫美国手里，好、哦，和美国派人来派蒋介石来咧管。啊、所以这两个头家你拢无共尊重，啊，你着要共提袂掉，着要独立出去哦，无甲你拍较奇怪吼、哦。好，啊，是安那？比如讲，台湾袂使公道，公道都即讲意思嘛，即都毋是你个，吼、哦，毋是讲你住伫遮住足久个，好吧？比如讲，啊，阮三兄弟啊来迄间租块地。做六十八年，嗯，感觉这块土地真肥，种物件吼，种出来山啊吼，大家拢头有两三斤，拢像西瓜安尼，含呱呱吼，哦，足好诶！安尼，阮三兄弟啊来公道，讲这块变做阮兜诶，敢未使？未使嘛？迄土地有主人，毋是讲你公道了就变你诶。哦，那安尼，阮原来来恁兜。甲恁租厝租租咧，阮三兄弟投票讲，拢阮三个拢同意讲，即间厝变阮的，敢袂使呢？袂使嘛吼，这个不讲理吼。啊，美国另外一个不爱互咱公道吼，咱台湾人讲，啊，你美国号称自由民主法治，吼，啊，恁家己拢有咧办公道，是安怎阮台湾人袂使？啊，这就是头拄我讲的吼，还佫有主人，还佫有一个所有权人。一个债权人，啊，过来，伊足惊你统独公投啦，因为恁台湾人虽然2300万人，吼、哦，其中你甲算讲啊，300万人是中国人啊，剩咧这2000万的台湾人，有一半迄个国民党的裕民教育嘎嘎变作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你甲看，咱2008年谢中廷跟马英九选总统。啊，过来2012年，小英，哦，气节遐好，三只小猪安尼，气节足好，结果嘛是还阁输80万票，社长就上惨，输200万票。所以，咱若甲这两张刘鹏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马英九代表统派，吼、哦，啊，小英甲社长就拢代表独派。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会咱输呢，佮输甲真惨呢。啊，你若伫外国人咧看恁即个统独公投，嗯，啊，就是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要选哦统派马英九嘛。那安尼情形之下所选出来结果，美国人爱尊重恁的自由的选择，讲恁要和阿强啊管嘛，要跟阿强啊合并嘛。安尼美日安保条约。虽然有报告台湾想要出兵，嘛师出无名，爱尊重恁的民主的选择啊，哦，所以美国足惊，所以自早都拢咧动工，袂使公投是这个原因哈、哦。好，啊，是安那美国要爱咱台湾民主，爱训练4000个哈，加41万分的身份证，啊，这就是讲当初蒋介石，哦，迄、那个盟军的麦克阿瑟伊号命令来台湾。伊派1000个军公教人员来接收台湾，有人讲是劫收啦、抢劫的劫啦，吼、哦。啊，这就是讲，迄阵台湾有600万人，派1000个来，啊，咱即马台湾2300几万，都话四倍嘛，所以美国规定讲上少要训练4000个，吼、哦。OK， 好，那么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伊个法律依据，甲有啥物迹象吼？咱来看卖者吼。好来，
这个法律第一个就是为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条，吼、哦，这是为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啊，在195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1955年9月7日，对日本的这个受降日来发布，迄阵在东京湾密苏里舰电馆所签的吼。哦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军的导航。你注意看，看这個命令蒋介石，现在用命令哈，因为杜鲁门是盟军最高统帅。那么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统帅，是一个小战区。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好 ，OK， 所以是杜鲁门定用命令蒋介石。啊嘛真奇怪哦！当时这个麦克阿瑟的命令，嘛有命令，东北哦，中国东北啊，包括北朝鲜，爱向苏联，苏联是一个国家，诶，远东军区的司令导航。那么南越哈啊不北越啦。北纬38度线以不，北纬16度线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迄阵的北越，包括台湾甲澎湖，是向蒋介石来导航。啊，奇怪，你注意看看，蒋介石头前无加一个中华民国，无加国家，吼、哦。啊，迄阵你若看讲，若北纬16度以南，法属印度支那，就是南越，哦、包括。新加坡，啊，人家国家，印尼，人家是向澳洲啊，澳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司令来导航。你头前拢有挂一个国家，独独蒋介石头前无挂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名，啥物原因？因为迄阵无人会当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迄阵有四个政府，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一个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佮有一个迄个延安的蒋迄、那个毛泽东政府，啊，佮来满洲国，吼、哦，啊，这四个马上要代表中国，所以袂使挂国名，吼、哦。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包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伊有权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吼、哦，所以伊。并立蒋介石来占领台湾甲澎湖，哈，啊，这是代理美军来占领的哈。好，过来旧金山和平条，这是1952年4月28日生效。伊的第二条美是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呢，哦，都放弃地上权呢，哈，都等于讲，譬如讲，你有一家地，我甲你租五栋，啊，每一栋拢10万。我若跟你签约，啊，付50万了，你就是放弃你的一家地上的管辖治理权。我潘良华要带电管种山啊，种奶枝、种金蕉，就在我种，你袂使甲我管讲袂使种啦，好。但是5年到，你若不爱去租啊，你就收回管辖治理权，好。我跟你租迄阵签约，并无过户，对不？土地所有权证嘛是要你的名。所以日本天皇是敢若放弃台湾甲澎湖地上管辖治理权呢？这块土地所有权证无改名，因为无讲放弃了要有对一个国家，吼、哦，也无移转出去，吼、哦。咱一般民间的土地买，你叫代书签合约，吼、哦，了钱交了，你嘛爱阁叫地政署所有的人测量员来测量，双方买卖双方底下尴尬。定迄个盖制，吼、哦，民间都这么慎重啊，何况，吼、哦，也无移交出去，也无，你讲做买，有卖，啊，没有买主啊，买主是想买，无啊，吼、哦。过来第23条是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啊，这当然包括日属的台湾。迄阵规个会使讲，所有的大日本帝国拢由美国占领，啊，
台湾甲澎湖是美国迄阵兵力不够，所以临时委托蒋经国，蒋介石派部队来代管安尼尔吼。好，对日本的合约的拟定吼，佮堪爱堪五十个国家吼，包括伊本身五十一个国家，同盟国爱协商，这是杜勒斯咧主导佮分配。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特使，吼，伊爱周游列国，爱堪其他国家参详，讲要安怎写这个拟定这个旧金山和平这个草案，吼，拢是美国咧主导。啊，这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伊才会当咧做主导，吼。啊，有只就会当看讲，这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一个迹象之一，吼。那么台湾关系法啊，你看，1979年4月7日订立，追溯到1月1日生效。啊，这就是因为当初麦克阿瑟迄个一般命令一号，啊，伊跟中华民国断交了，说好像断了线。啊，这是美国关系来成立一个台湾，设立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继续，好、哦、来管这个台湾啊。哦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权利跟义务，吼、哦，才会当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咱拢唔捌听到讲美国台不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拢无吼。好，那么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发布一个六项保证，吼、哦，这是跟阿强啊，美国跟阿强咧签8.17公报，吼、哦，以前发生的代志。因为迄阵蒋介石原来有因个情报系统有知影讲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这对台湾来讲，包括中华民国，是一个真大个这个心理压力。因为呐，从当初1949年就是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等于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所以国民党伫国战、国共内战兵败如山倒。哦，迄输得足惨，因为整个民心士气足低落，因为无美国要搁甲支持啊，无美国做后盾，所以迄个美国对华白皮书伫1949年国共内战，也在讲是国民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败了有够紧。但是因国民党啊做袂见效呢，拍输招赢，伊嘛讲甲盖袂输，讲伊赢呢，安怎讲呢？因家己报纸刊呢讲。战败的撤退嘛，伊不爱讲撤退，伊讲我军转进，讲转个方向前进。哦，你看这您做个生这文字游戏，我军转进神速哦，佮加一个神速，一日千里啊！哦，你看走个离火开，后壁佮加一句，共军追赶不及，哦，啊袂输外高呢，啊都战败佮讲个袂输一阵尔，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你像那像哦，中华民国国民党军足厉害，结果用台语简单讲，四字拍输走赢。台语安尼较紧哈，唔免讲甲啰啰等。所以，蒋介石就要求美国讲，啊，你要安大民心，因为迄阵台湾足侪人，好些人拢咧卖厝卖土地，要移民出去啊。吼、哦，都惊讲阿强啊要爬过来，台湾要向美国出卖伊啊，所以雷根准发布对台六项保证来安踏中华民国，包括台湾人的心哈、哦。啊，咱看伊讲啥？第一，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子；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看，伊只拢写对台。对台，但这个台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哈，或者台湾治理当局依据台湾关系法来的所讲的，或者台湾治理当局哈。过来，美国未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哈。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诶，蒋介石，美国未施压力，互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吼、哦，
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啊，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日本总统对台湾的这个一个保证。哈，啊，你甲想，如果美国对台湾那无啥物权利，那无啥物义务，伊凭啥爱对台湾来讲这保证这六点？绝对有关系嘛，吼！就哈，比如讲，男女朋友啊，发展甲真好啊，到要结婚的阶段吼，啊，查甫要甲查某的求婚，就甲讲，啊，你若嫁我吼，我甲你保证，我每一个月拢30,000块，互你买化妆品，30,000块，互你买衫裤，安尼甲你保证，安尼人唔较要嫁你，啊，表示这一定有啥物关系啊嘛，发展甲一个啥物关系啊？啊，无人咧，甲你保证安怎？吼、哦，我想安尼简单来做一个这个比如啦吼，是希望用尽量用较简单的比例，互大家会通了解。吼、哦，好，啊，今仔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暂时讲到这，明仔7:30，吼、哦，我阁继续讲完。吼、哦，多谢各位，谢谢。在这里宣布一下哈，各位同学。